上高铁了，然后这个姐头发跟鸡窝一样。这是她带的，我给她的头发。什么叫？还有一些杨梅嘞。还有杨梅，你竟然伙食那么好。单位发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他用的是那个快三。对，我本来那个618想买，但我买了手表，我就没有钱买吹风机。好可怕呀！你这个怼脸录，怼脸吓死我了，我也吓死了。这个姐现在换完衣服、化完妆要出去，太弱两人。应该拍一个那个闪现的那个那种小视频。好吧。我们刚刚走了，走了一路山路，不是那个什么盘山公路，然后现在走到了一个。莫名其妙的十字小路上，然后人家健步如飞，我们俩仿佛70岁的老奶奶。可以了，停了吧，快点走吧。然后我们走错了路，那个石阶白走了。对，然后走下去，然后又走上来，原来他在路边。这个吗？认真的吗？好的。我对面这个姐因为怕风湿把怕风扇把它吹病，现在撑了一个伞在挡风，太好笑了。哎，他说卡拉 OK， 这没怎么。这个是啊，你要的那个什么南瓜？什么叫我要的？还有空心菜。这也太多了，稻草鸡啊，稻草鸡，对不起，还有这个很臭的臭豆腐和一个蔬菜。也已经呆滞了，我们现在要再往上面走。哪个上面？那边。走 ，Go。我们现在要去，地图我怎么看不懂？要去哪儿？也不知道要去哪儿。右边，这里。我们绕了一大圈，现在回来 KTV。这个姐又呆滞了。我现在卡点来吃早餐了。哦，今天竟然有粽子。我们要出门了，你快掀一下衣服。是我不要掀，好刻意哦，你这样，你好可怕，我把我自己捂捂紧。好了，现在1:30。我们终于要走了，走吧 ，Go。买了个冰淇淋，这两天吃了好多冰淇淋。说好的下雨，结果外面太阳这么大。现在在车上等张总做核酸，核酸点人排队贼多，而且是露天的，在那里大太阳晒在外面。然后我那司机去看别人打麻将了。也没给我开空调，现在杭州的天气预报都是骗子。三星的，幸好没有租车。走
要吐槽啥？你要把它转过来，我才能好说。昨天王若涵同学斩钉截铁，我要租车，我们就不应该不租车，我们必须要有车。今天这个路啊，劝退了吧？难怪人家滴滴司机都不想接单，就知道你要开到这种地方来。是吗？之前还是个餐馆。是啊，但看起来是吧？就是有人吗？天哪，这好像我们家老的祖屋。我都没见过这种啊。能吃饭吗？今天没有了。今天晚上来晚上几点？啊，五点多钟吧。五点多钟啊？啊，对。哦，好。你们几位啊？两位。五点多钟。五点多久啊？五点多呀。啊。五点多你就过来了。好好好。现在回来摊着，因为要改签抢票抢不到，这个姐非常忧虑。